现在就是轨道上前舱门已经打开，现在飞船和咱们的空间站是一个连通的状态，所以可能还得稍等一下，它才进到咱们那个空间站里面。哦，哎呀，终于见到了，两个人在拥抱在一起，哎呀，哎呀，激动，激动，激动，啊，冻凉，两个重组的冻腰好航天员哈，热情的拥抱。 到这里就忙，这里就忙。不是，您也拉一下，跪一下。哎，别着急。他们在小组段，在睡眠区这块也进行了拥抱。嗯。一会儿就到这里，还有5分钟。我感觉在咱们飞控大厅看这个，两个乘组的见面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飞控大厅全是他们的熟人，所以他们很多的细节，我们通过这个现场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默契。对，嗯。 现在栋梁已经进入到这个合影舱的那个小组段，慢点，慢点啊！出来，嗯，对。那个栋梁，抓紧时间到位。哎，好，对，这到你感觉。时间在测控区上，可能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嗯，现在动三，桂海潮已经进入到这个节点舱，也是慢慢的进入到。 现在5个人已经进去了，神十五乘组的东幺航天员飞俊龙马上也要进到核心舱里面与他们进行会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师。对，主人把队友都迎接完了以后，再回到这个核心舱，大家一起亮相。对，下面留下一个历史美好的瞬间，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好，好，来。 好，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祝贺神舟16号乘组顺利进入，与神舟15号乘组成功会师中国空间站，你们辛苦了，预祝在轨后续工作一切顺利。